有没有很久没有听到我们唱这首歌很整齐的感觉？今天还在唱军歌吗？很整齐耶，很感动耶。我觉得真的胖很多耶，打一首就呼吸困难。对啊，主任，主任，今年第几年了？我们组团十，我不要讲，完了，往事不要再提了。所以主任的一开始的启发在台中耶。对。对啊，如果是要读的话，我们对啊，都在。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听读的呢？啊？对吗？有第一次吗？有吗？体院的学生有第一次，有就有第二次。体院的学生有吗？突然跟你们说对不起。有。有后那个第一次来有后悔吗？掉进来了。以前当体院的教师练习啊？对。体院这边有体院的吗？现在没有叫体院的吗？现在叫什么？台湾体育学院啊，还是体院？很重要，十多年没有变，好像改体育。这个学校没有进步哦。应该是台湾科技体育学院，加什么科技？现在大学不是还教科技吗？台北科技大学。啊，不好笑，喝酒。对，我们真的是在这边萌芽呢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是在那个李小龙那条路，金五路。哎，知道啊，知道金五路啊，住的那边叫金五门嘛。没有，这个路还名字没有改吧？不会变台湾大道吗？变台湾小道？你要加科技，台湾科技道路。台湾科技金五道路。有一条变的不是吗？之前叫中港路，现在叫什么？台湾大道啊。还是中港路比较好听。中港的吧，中港的。啊，不好笑，看。我还在酝酿，再找。要说啊，你先找，我先讲。对，要说是先在阿威家的那个金吾路的凉面店。你不能讲那么 low， 现在那边是录音室。好的，录音室录那个，但是主页是凉面。楼上是录音，楼上是录音。那时候还用卡带录。对，那时候还有卡带。那时候还有卡带吗？有，我忘记了。那时候都没有 MP3。哇，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吗？还是你不要跟我讲说那时候我在国小。哇，是啊，那就。哇。对，那就过去了。那凉面店。